嗨，大家好，那就是洗漱完了。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喜气洋洋 vlog。不知不觉又到了新的一年了，你们都老了一岁了，我也从14岁变成15岁了，然后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鼠年快乐。我发现今年过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早，而且我最近真的很久没有好好的说出去玩什么的，就2020年一开始就是不停的工作出差工作出差，今天就打算趁着新的一年，就给自己好好休息打打气，就感受一下北京的新年气息。然后同时可能今年是农历新年前最后一次见除了土豆的欧影哥，这好烦啊，就是都已经快农历新年还要见这种晦气的东西。没有啦，人家其实也是很想跟他出去玩的，想跟他出去好好玩一天，因为主要还是我的姐妹们实在是太喜欢看我的日常 vlog。 但是我以后是打算说我要多拍 vlog， 也可以顺便给大家做我已经闲置了很久的粉底测评栏目，所以以后的每个 vlog 都会是 vlog 跟粉底测评二合一，就是日常也有干货也有，就真的是一举两得。说说你们以后想看什么粉底测评的话，可以多多评论弹幕告诉我。今天我要给大家测评的是这一个雅诗兰黛这一个沁水粉底液。你们知道为什么想要去测评这个？之前有一次我跟很多博主去泰国旅行，那次我们里面有个博主叫做六个馒头，然后他当时用的就是这一款粉底液，我当时就借他这款粉底液用一次，我当时就哇靠，超好用，整个妆感以及持妆几乎完美。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立刻自己下单了一个。他说就是你选粉底液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肤质来说，自己是混干皮，所以我就选择他家这款沁水的粉底液，因为它主打就是那种高保湿水润的，它是这种牙泵的设计，我真的超爱这款粉底液。我先上半张脸给你们看一下，我也希望雅诗兰黛爸爸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可以多多给人家寄你们的礼盒啊什么的。就其实大家也可以在我评论里面多多艾特一下雅诗兰黛爸爸，你的发能不能发就多靠姐妹们了。我是已经做好了妆前防晒，我直接就上这款粉底液给大家看，特别好推开，而且特别顺滑。哎，忘了跟大家说哈，我买这色号是2C0，这个色号我觉得是相对我们像亚洲人这种偏黄肤质的话是特别适合的，因为它就是可以起到一个让皮肤看去更亮，但是完全不会死白。细看它这个妆感是特别的细腻的，带有一点稍稍那种光泽感。我现在是上好了半张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觉得这边的话虽然是上了妆，但其实你不说话有没有感觉挺像那种伪素颜的？我觉得它很难得是它在保湿的同时也能做到挺不错的遮瑕力。你们看这两边黑眼圈对比，还有我的可怕的死亡毛孔。再看这边，虽然毛孔不能说100%的遮掉了，但现在已经盖掉了70-80%的话，我是已经觉得很满意，很 OK 了。特别喜欢这种上脸后是那种奶油肌感觉的粉底液，这种妆上的话真的会让你的皮肤看去非常的好。然后现在上完一张脸后，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子，我都只上了一个底妆，我感觉整个就是气色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肤质没有什么很大的瑕疵的话，基本上用它以后我都不需要用到什么遮瑕，真的很保湿。因为它本身这款的话就是里面添加了83%的高保湿精华，就特别是冬天北京有多干，就来过北京人应该都知道，我动不动就脱皮浮粉。现在是2:14，然后我现在就打算化个稍微比较淡一点的妆，我就出门啦，化好妆啦，准备出门了。嗨，我是 Fancy。嗨，我们现在到了T9吧。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但是今天可能巨堵车，堵了2小时了。每次出门是白天，到达目的地就是晚上。好久没出来玩了。来个肥猫，冷僵了。他的话他去尿尿，一天就是我们出来吃个饭嘛，吃饭当中尿5次，然后他一下车就开始找尿尿的地方。他的话来了，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说他坏话。嗨，然后进去看了一下，可贵了，吓死了。有多贵？有个小孩子穿衣服的底线女孩，他想给他侄女买，太贵了。我们还是来得太晚了，很多店都关门了。要是实在是没什么店开的话，就去吃大餐吧。我们每次出来反都是吃。这感觉真的有个鱼耶，它其实是一块显示屏。嗯，哎，它去哪了？我转一下龙，吓死我了。这好高科技哦，真是个乡巴佬，没见过大世面。它里面是一个像箱子一样空的，是不是乡巴佬？是不是？你们说我是乡巴佬吗？我乡巴佬呢？他是，我是广东富婆。今天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来配这个串刀把出门。走啊，走走，我们去找五味道吧。好嘞。串刀把，你今天的穿衣灵感是什么？我今天原本是只想穿里面这件卫衣的，这件卫衣还挺好看的。但是就是出门前我就觉得，哇靠，怎么那么冷？然后就回去拿了一件这种白色的外套套着出门，然后顿时就变春了。但实在是太冷了，北京，而且北京真的好干哦，不行。不过你今天底妆还挺好的，感觉好细腻哦。底妆打卡了，你今天在底妆打卡，你好心机哦。对啊，5:59了，6点整，然后距离我上妆过去已经4个小时了。现在基本上整个脸的妆效，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异常跟。但是我的暗沉的好严重啊。真的，你比我黑好多。我今天用的可是雅诗兰黛，用的沁水粉底液。
你被包养了。我再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妆效。而且你本来鼻子那儿毛孔那么粗大，为什么今天看不出毛孔啊？四个小时来说的话，我还是挺满意的。然后我们晚点再看看。沙发到你家了耶，快开门。最好的节目，新年快乐，新年好。我们太冷了，忍不住了，我们现在就来到商场。我觉得长沙大悦城哦，就是新年氛围还是蛮强。想吃澳门味道，澳门味道多少钱？我现在在胖哥两个澳门味道之间犹豫纠结。胖哥两个很好吃，去上能够骑行五个多，差不多六个小时了。就现在这个妆感的话，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户外真的特别冷，特别干。经历了这一番折磨后，回到这种室内环境，就想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整个妆面。就是像鼻头的话，虽然有出稍微一点点的油嘛，但完全没有很明显的脱妆。好，应该来吃澳门味道，开心不？人家就要回家过年了，见不到人家了，开心不？不拍谁？会不会想我？有多想？有多想？非常想。给你们看一下母猪定时。还行不？又是你点的碳水，你是不是我的歌迷？听你说是川大发的成名曲。偶尔一起借碳水。我的最爱。也是我的最爱。好像大悦城这边没有，那边那么好。富力广场那间最好吃，又是我请客。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自信？这样他们会觉得我从来不买单，不是吗？这样觉得吗？我打车先回家了。走吧。当我刚刚远远的看我们两个这样子走过来，我就想到了三个字。什么字啊？胖哥。胖哥俩。好看不？挺好看的。但这件是女款。欧英哥，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你了。什么意思？那你看，在这呢。你在这呢。那我肯定是那头白的，你是黑的吧？哎，好像真的还挺像的。刚买了一点水果，去看看川大发在干嘛。你真的很像年画上的吉祥物，发大命的宝贝，鼠年行大运，有花不完的钱，发大财。要不买十个回去抽奖算了。谁要啊？抽奖要不要？每次过年都一定要吃这个旺旺大礼包。我喜欢吃里面那个长长圆圆的那什么，长长圆圆春卷。你可能小时候在开车吧。回到家啦，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然后一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去哪玩，所以就回家在家里面看电视剧。我其实是没看过《甄嬛传》的时候，最近就在重新看。《甄嬛传》有谁没有看过啊？你个土鳖！我给川大发还买了很多水果，什么水果好吃的？甄嬛要准备返工了，我就是甄嬛，你是浣碧，你只配做我的工人；你是嬷嬷，你只配喂奶。小鹿和嬛嬛在一起。哎哎呦呦！先配最好，这也胜了闺阁情趣，真美。待会儿去洗一洗。江，其实今天过得还挺开心的，就是逛街也买了衣服，然后也吃了一直都很想吃的那个澳门味道。刚刚就是还连看了四五集《甄嬛传》，真的是太好看了。已经是第二天的12:40了，距离我今天这个底妆打卡已经过去了快10个小时了。整体来说，对一款粉底液持妆10个小时来说，这个妆面我是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10个小时的话，你也不能够要求说它跟刚上的时候一模一样吧。现在其实鼻子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出油，在三角区虽然出油嘛，也完全没有脱妆的，非常可怕。看这个妆。妆感我也不想去说什么越夜越美丽那些美妆博主的通用语录了，你们就直接看我这个脸都不用夸这么多了。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款粉底液，过年就打算带这款回家了，就肯定就是家乡最美的风景。无论是持妆、立遮、闪丽还是肤质，以及说会不会暗沉，都在我这里有非常高的分数。这种喜欢是不能够演出来，就看我今天一直在夸它就能看得出来。好了，今天这一期简短的日常 vlog 以及这一款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测评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咯。今天这个 vlog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之前的几次那么的兴奋，因为毕竟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剧了，然后明天晚上我也是要回惠州了，接下来可能是会有2个多星期就在家乡，就见不到很多人，就没有特指某些人，就是可能会见不到一些三线一些人，我好姐妹他们三线见不到，有点舍不得，能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有姐妹懂我这种感觉吗？那其实自己也是很久没回家，很蛮期待说回家的。给大家拍摄我以前拍过那种日常 vlog， 就是过年7天了，就每天分享我年初一到年初七的生活。那今天的视频到这就差不多结束啦，喜欢这视频不要忘了给我3连以及多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